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女孩，很高兴在这个平台能够认识到你们。今天呢，我们到这个地里面来摘豌豆菜，妈妈呢很早就到地里面来挖地了。大家在镜头下看到我和妈妈呢走路都非常艰难了，你们正常人一个简单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特别不容易的。在生活中呢，我们做什么事呢都是坐着，我们的双脚呢蹲不了站不稳，坐着蹭起来呢很艰难，但是每天呢都是这样子过着。到如今呢，我已经残疾了30年，妈妈残疾了59年。这么几十年来呢，我们不仅要承受摔跤所带来的疼痛，更大的是心里的那份压力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深夜呢，就是人睡不着的时候，心灵呢是特别脆弱的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也没有那么坚强。可是面对生活，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照样还是要把日子过下去。所有我们的经历和磨难呢，就是让我们不得不就是面对这样的命运。因为抱怨眼泪也无法改变什么。在网络的时代呢，在自媒体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好心人，也特别感恩那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谢谢你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我视频上的赞赏。昨天收到了一个好心网友，网名叫做狂砍一筐瓜的这个好心网友赞赏了5元，谢谢你。摘了这么些这个豌豆菜，这豌豆菜呢是今年的第一顿新鲜菜了。